许归根结底怪自己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咬咬牙先挺过去，种种经验告诉你，感激你就不要离。结个婚容易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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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接着说。练得早了挨骂，混得晚了害怕，不早不晚那对儿在哪儿呢？痒了吗？挠挠疼的吧，抱抱不疼不痒是吧？找个车来吵吵，好了吗？笑笑怎么了？别闹，生活就是有苦有快，早就该知道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各种烦恼小问题，日子越过越憋屈，归根结底怪自己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咬咬牙先挺过去，种种经验告诉你，感激你就不要离。结个婚容易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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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那个方案根本就通不过。历史爱情不是你这别争论，是好事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啊。对不起，稍微等一下。喂，出来，你听我说啊，老陈回来了。是吗？他在哪儿呢？刚来我这儿一趟又走了。这都是次要的，最主要他跟我说他跟高宁分手了，还要什么出去待一段时间。没事儿吧？他这你先别管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去高宁那儿看看他那儿，别出什么事儿，听见没有啊？哎，先听你说。嗯，我刚看见陈醉了，对，他刚来过的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他有点理解当时我离开你时候的心情。来，饭来了。打半天电话你也不接，吓死我了。你还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？可不是吗？哎，你跟陈醉怎么了？吵架了？哎，你说句话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这个人吧，特别不稳定，他说什么你不用往心里去。像你这么又漂亮又聪明又一直能忍让他的女人，他上哪儿找去啊？你放心，他这辈子是离不开你的。哎，你别话了，别话了，你跟我说句话。我真的挺傻的，居然等了他那么多年。我竟然还以为他以后会只爱我一个人，居然还想着跟他结婚。是不是挺傻的？我们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呀。大家都想错了。我给他的不是他想要的，他想要的我又给不了。所谓的宽容大度，给他自由，根本就抓不住他的人，更别说抓住他的心了。得了吧。陈醉这个糊涂蛋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。没事儿，你不用这么悲观，不就吵个架吗？很正常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哎，要不然你跟我说说，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我帮你分析分析啊。没说什么。你怎么对我还卖关子呀？我介绍你们俩认识的，你们的未来我是要负责任的。真的想知道？当然。他说他已经找到了一直在他心目当中的那个人。
哎呀，姨，你可来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爸没发现吧？放心，不会的。我说办点私事，他不会怀疑的。哎，上次你说东强给人汇了100多万，还分了2次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？怎么，你怀疑他外面有人？哎呀，不是，您就别问了，你就告诉我那个人叫什么名字。这个人跟东强什么关系我不清楚，但是我知道这笔账的确已经打到了一个叫云南的账上。云南？你认识？不认识。找到龙东强的小三了，你们猜猜是谁呀？谁呀？云南。哎呦，这老陈呢？不是，你说这么多年的哥们儿，小故事没断过那是真的，可也没见他真当我真啊。就为这么一云南，正跟高宁分了。这事儿也怪我，你说是我介绍老陈跟云南认识，你这是你让我怎么跟我们家领导还有高宁交代呀？这你别想太多，这跟你没关系。要说起来，还是老陈这人就不靠谱，上给咱往上贴。也不，云南就不是一个什么省油的灯。我告诉你，那小姑娘看着清纯，指不定之前毁了多少老爷们呢？哎，你这话也别说那么难听。难听吗？我这是替高宁打抱不平的。那么多年，说分分了，可怜，可悲，可笑，可气，可恨。真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啊！可不管怎么样，这陈醉就是跟高宁分手。你们再看看龙东强啊，还没怎么着呢，就先给人汇出去100多万。什么？龙东强给了云南100多万？可不是吗？刚开始我差点让他给我蒙过去，他认为自己特聪明，特有智慧。切。也不想想我是谁啊？我们公司的财务部总监，这莫名其妙少了100多万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就找人帮我查，结果这个钱真汇到云南账户上了。你可真厉害。那当然。对了，你们家张扬前几天背着你汇出去10万块钱，你不觉得也和这个女人有关系吗？你为什么这么看？直觉。你忘了你们家张扬怎么挂在他们家阳台上的？都成微博红人了。可那个事儿我倒觉得有可能是个意外。怎么这一个女的一出现就那么多意外啊？张扬挂他们家阳台上是意外，龙东强给他汇出去100万也是意外，这高宁跟陈醉分手还是意外。我就纳了闷了啊，这世界上是没女人了还是怎么着啊？这三个男人跟一个女的好上了，我的妈呀，想一想都觉得恶心，受不了。不过我觉得吧，要说他们仨都跟这个云南好上了，应该还不至于吧。咱们还是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给弄清楚了。这不明摆着吗？他们三个人现在合起伙来蒙我们。我看呀，要想把这件事情弄清楚，必须把云南揪出来。哎，这事儿我不参与啊。太姐，你没事吧？这里面最该参与的就是你。为什么呀？好了这么多年的男朋友啊，就让人家轻轻松松给拐跑了，你咽得下这口气？还有你，仔细想想，你们家最近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？还真有。有人冒充我签名来着。什么签名啊？
就是那个在医院的时候，警察坐在笔录上，有人冒充我签名。这都对了。什么对呀、啊？龙登强都说了，那天因为着急，随便找了一个人签的字啊。别听他在那儿瞎掰了啊，满嘴跑火车，没一句实话。我一直觉得张扬不会无缘无故挨打，这说明什么呀？张扬挨打和这个女的一定有关系。哼，我有主意了，张扬就是我们这件事情的突破口。你想啊，如果他们俩有关系，张扬现在住院了，这女的能不去看他吗？那我们就在医院等着。不行，这守株待兔显得我们太没档次了，太笨了。那我们就来一个引君入瓮，看这个妖怪往哪里跑。陈先生，按照您的意思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保额500万。这个险种我们做的时间最长。坐。这我的身份证，你和队长好吗？万一遇到什么情况？我是说万一遇到意外情况，赔偿也很痛快。这样，您在受益人处签个字就可以了。有什么事情我再给你打电话，好吧？好，那陈先生、高小姐，你们先忙，我先过去了。谢谢啊，行，请留步，你们先忙。嗯，慢走，那我就不送你了啊，请留步。该了结的都了结了。都了结了。你这两天在这住的还习惯？这屋子住的空荡荡的啊，回头咱俩添上点东西，就特像过日子。没话，回头我要觉得住的舒服了，我就把这地儿买下来，咱们俩就在这儿一直住到了。宣布啊，现在我们三个人就是有组织的人，我们这个组织就叫抓小三分队。多难听啊，就是一称呼，那么在乎这名字干嘛呀？好吧，就算是为了挽救这三个糊涂的大男人，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行动起来。对，必须行动起来。我跟你讲啊，就为了这事儿，我一晚上没睡好，我写了一套特别缜密的计划，看看，真的把我累坏了。太棒了！哎，我们就按着这个行动。你还真行啊，丽丽，你真把这个当职业了？保卫妇女，打击小妖精，是我们每一个小妇女最应该做的事情。难受，你不可以出院了吗？医生没跟你说吗？是啊，他是跟我说过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没好彻底，我再住一段吧。你这住院还住上瘾了，你还不赶紧去办出院手续啊？哎，瞧你说的，谁没事住院住上瘾呢？我有时候上厕所自己啪都摔那块儿，头特晕。哎呦，说的跟真的似的哈。商量个事儿，你跟主任说一声去，给我做一全身检查。我觉得呀，我好像是这脑部有的什么后遗症，是不是这问题？哎呀，这样我说了不算数，你呀，你要说自己说去吧，啊。
哎，别，这儿，哎哎，你说的有力度，哎，别走啊！我跟你说，张老，这儿，哎，我，哎，领导，怎么出来了？不是我这，跟医生做个交流吗？哎呀，别交流了，赶紧。啊。我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。哎呦，都是你喜欢吃的菜。是吗？啊。真让领导费心呢。坐这儿吃吧。哎呀，嘿，鸡丁儿、油麦菜，我的，哎呀，都是我爱吃这口的。哎，顾深，哎，我想求你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您知道那个房间的病人吧？118是吗？啊，知道啊，怎么了？我问你啊，除了现在屋里那位，是不是还有一女的也经常来？这个，你看你想歪了不是？我想什么了？实话跟你说了吧，现在屋里那位，跟经常来那位，是亲姐妹俩，一对孽缘。这姐俩呀，同时爱上屋里那男人，后来妹妹就知道了，把这男的给让给姐姐了。啊！可谁知道呀？哎，怎么回事？你接着说呀。哎呀，这姐姐得绝症了。啊！姐姐知道自己时间也不多了，这就想在临终前呀，把这个家和丈夫托给妹妹照顾，可这妹妹说什么也不接受，就躲着不见面。你说这姐俩啊，都为了互相的感受，在这彼此煎熬着，哎呦，多凄惨呀！你说咱做女人的，听见这事儿，心里得多难受啊！是呀，哎呀，作为他们最好的朋友，就希望他们能把这事儿好好聊一聊。毕竟这姐姐时间真的不多。哎，这是太阳从哪儿出来？怎么对我这么好呢？哎呀，你看你都伤成这样了，得好好给你补补啊。谢谢领导。那这么说，这领导就不怪我了是吧？嗯，怪你什么呀？钱的事儿啊。哎，钱，哎，那钱，领导，给您一分不少，赶紧存到咱们户头上，别耽误挣利息啊。这钱你到底拿去干嘛用了？哎呀，不是跟你说了两句吗？老陈非得急用，我这就没跟你请示。老陈要用钱，有什么可瞒着我的呀？我也不是想瞒你，就是当时一着急，我就一没，是吧？对，当时呢你没编好，没事啊，你慢慢编。真不是编，没事，这次就算过去了，以后我也不提了。不过再有什么大事儿，必须跟我商量啊，领导。这种事儿以后不可能发生了，啊！以后再出现什么情况，我一定先请示领导，领导同意之后再去干，领导不同意，打死都不干。嗯，这就对了。那个，听懂我什么意思了吗？没太懂。哟，那您这感情也忒丰富了点儿啊！是啊，我这人内心特别脆弱，我就受不了比电视剧还惨的剧情嘛。这怎么能跟电视剧一样呢？这是真事儿，真人真事儿。对，您看这样行吗？这个呀是我的电话，等你再看见那个女的时候，你就给我打一电话，好让这姐妹俩有机会坐在一起，把这掏心窝子的话都好好聊一聊。您看行吗？合适吧？你不觉得像现在这个社会，这样的人间真情已经越来越少了吗？哦，那为
什么我们就不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维护、去感受这样一段可歌可泣的感情呢？对，那不就得了？你把这电话收好，见到那女的你就给我打一电话啊！行，成。您真是好人，这人长得漂亮，心地也善良。你也是个好人。对，咱俩都好人啊。那您先忙去吧。好嘞，我先走。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啊。好，成。哎，再见啊。我今天有个事儿吧，也得跟你商量。千万不用跟我商量，领导吩咐我，我就去办啊。这几天吧，我们杂志社特别忙，我实在是走不开了，所以啊，我得请个护工，替我来照顾你几天，行不行？护工啊，太没必要了。嗯，真的，我这很好，医院这护士、医生对我都特别照顾，不用护工，真不用。不行，你看你这头一会儿晕一会儿晕的，必须得有人在旁边啊，扶你去个厕所呀、什么的，这样比较踏实嘛。哎呦，我又不是残疾人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没问题，我其实挺好的。我你看，我这其实我不晕的时候，我走都挺好。哎，而且最主要的，领导，费钱呐。嗨，那点钱算什么呀？你的健康是最重要的。不。其实也不是钱的事儿，嗯，面子。你想啊，我年纪轻轻的一大老爷们儿，走来走去还老搀着，在床上把屎把尿不合适，不，我这过不去。你算了啊，行吧。真的啊，这事儿没关系，咱们再商量。哎，你快吃吧，饭凉了。哎，我给你倒杯水。你还是你吗？我怎么不是我了？不是，我就觉得你突然对我这么好，我特不适应。瞧你说的，就跟平常我虐待你了似的。没有，你就算虐待也是我找的。但现在这状态特好。您就保持现在这状态，我就特舒服。嗯，怎么样？搞定了。啊？你怎么跟他说的？你别管了，我自有办法，放心吧。你老趴那看我干嘛呀？啊？我就是在想，如果和一个人在一起还要签一份意外保险，究竟是值还是不值？我个人认为非常值的。哎，你不觉得特别像电影里面战士上前线要向组织交份决心书吗？有那么点意思啊。高宁是你女朋友吧？我们俩已经分手了。你是不是想，万一有什么事，可以补偿他？你以为你这样真能够补偿他吗？其实我吧，还真没想那么多。我就觉得，应该写他的名字。
哟，今儿个回来挺早呀。今儿个回来有点晚啊。喝上了。有什么愁事儿啊？怎样？把酒言欢，自娱自乐，我还能干点什么呀？您干的事儿多多，大忙人，很多事儿在等着你办呢。这老爷们儿啊，没事不能在家待着，在家待着没出息。丽丽，你累吗？你那意思，我应该整天不着家，在外边朝三暮四，夜不归宿，就对了。这不是你特长吗？神经病。你说谁呢？神经病。我说他，神经病，神经病！你要是再跟我废话，我一口一口报销你，绝不留情。哟，除了给人下绊，不会撂个蹶子什么的？切，我绊你了吗？今儿来晚了，饿死我了，饿得我前胸贴后背。快给爸爸拿出来。哎，你今儿感觉怎么样啊？我就好，挺好的，我就饿得晕。你这鸡丁，这什么菜啊？小心啊，这大。哎呦，鸡丁，好，真好。喂爸爸吃饭。来来来，哎，一点点来，一点点来，哎，一点点啊。嗯，好是吧？能，布鲁斯吃一口。你吃，你吃，你吃。你吃。爸爸身体最重要。哎呦，你这。哎，听你这话比吃好几盆鸡丁我都高兴。喂，哎喂，蒋小姐，哎，那个女人来了，你们赶紧过来吧。真的呀？那我现在就过去啊。哎哎，不过哎，我怎么觉得这俩长得不像亲姐妹呢？怎么不像啊？同父异母。哦。哎，不过，哎，怎么妹妹带过来的孩子倒管他叫爸爸呢？哎，这是什么剧情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期待期待。嗯。跟我说一块吃。你吃你吃你吃。一块吃啊？你还不营养呀？哎，爸爸。嗯。你这还疼吗？这个。啊。哎，小意思啊，这点伤对我来说。你爸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是吧？嗯。嗯，那再吃点补补营养。好吧。嗯。两个小朋友，一会儿吃完饭的时候记得吃水果啊。爸爸吃大的，你吃小的。给我吃，太好了。再吃个胡萝卜。多了。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别呀，我们三个人必须统一战线，快走。哎，丽丽，一会儿进去的话你也别太过分啊。我这暴脾气如果让我撞见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轻饶他的。哎呦，这毕竟在医院弄成那样行，咱们多没素质。没错，再怎么着也得给张岩留个面子不是吗？啊，他们干这样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的面子呀？你们都别管，一会儿我自己来，我都想好了，真让我撞见那女的没关系，咱们就坐在这儿好好聊聊。朱莉安来了，快走快走快走。不行，已经在门口了。在，哎呦，快走走走走走，床底下都躲躲躲。不厕所行，厕所硬，行啊。头套啊，你头套给我干嘛呀？干。哎呦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一会儿真的有那个女的在，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，看怎么着，过不了的话明天离婚协议书摆在她面前。哎，你别冲动啊，这万一里边没人呢？我的卧底已经跟我说了，消息绝对可靠。走。老婆，别动，快点啊。对不起对不起啊，别到处乱跑。
哎，刚才出去那是谁啊？三楼儿童病房的病号和他妈。你这三楼跟一楼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孩子逃呗呀，整天楼上楼下乱窜，什么办公室、女厕所，他哪儿都去。孩子病快好了，这妈快累病了。哎，不对呀，今天也不是周末，怎么三位就特意请假来一块看我呀？哎呀，弄得我太过意不去了。你来就来，还带东西啊？没带啊。他们俩呀想的特别周到，说这东西也不能乱买啊，得看你想吃点什么再去买，是吧？对啊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最近好像车厘子下来了，净挑贵的吃。不，丽丽，我们去买。丽丽，你也可以买点便宜的枣什么的，都行。你看看，你都伤成这样了，不好好在床上歇着，瞎溜达什么呀？我这不是陪孩子玩一会儿。就知道玩，你这脑袋不疼了是吧？老婆，看见领导，我这病就好了一大半了。来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别累着领导。妈妈，你是不是不高兴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是因为刚才那些阿姨吗？妈妈没有不高兴，反而呢，要跟你道歉。刚才不是故意要让你去撞那些阿姨的，以后不会了啊。你为什么让我撞他们？这个有一点复杂，我可以不说吗？其实我懂，你们女生总这样，表面关系很好，其实互相都不喜欢。我儿子长大了，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观察女生了？刚刚在医院门口，就病房门口冲出来那女的，追小孩那个，不觉得她有点可疑吗？那个人，没什么可疑的吧？那个肯定不是，那不就是那小孩的家长吗？云南住我们家楼上，我见过他好几回了，肯定不是一个人。唉，真是狡兔三窟啊！一会儿你们家楼上，一会儿平房的。不行，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太被动了。哎，必须主动出击。你们俩仔细想想，有没有什么新招、新线索？他们做这样的事情，肯定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的。再想想。反正我是不想再找什么云南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们才刚刚受到这么点挫折就准备放弃啊？这革命意志也太不坚定了。这什么革命的意志呀？成天鬼鬼祟祟的到处捉奸，这不就是电视剧里演的那种庸俗的女人吗？哎，当时说要抓云南可是我们三个人商量好的啊，你现在又说这些，反倒像我怎么着似的。难道像云南这样专门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不应该抓出来吗？再说了，我们找到云南是为了把整件事情弄清楚。反正我觉得这样的女人早晚都是定时炸弹。你看陈醉现在已经被勾引走了吧，至于龙东强啊，他愿意怎么着怎么着，不回来才好呢。哎呀，可惜张扬挺好一人，现在被勾搭的都会偷自己家里钱了。朱利安同志，
这事儿要是被传出去，你脸往哪儿放啊？你好好想想吧。都别拿了，你放下。行吧，你这东西买的够齐的哈。不是说你要过日子，感觉。那你慢点啊，路滑，慢点。你们再这么沉闷下去，我可走了。有这时间，还不如去做个美容呢。反正我已经没有任何线索了，我也想不出什么新招来。我也没有。哎，不过想要找到云南的话，就得想想他现在最有可能跟谁在一块儿了。和谁呀？我觉得他有可能跟陈醉在一块儿。问题陈醉在哪儿啊？谢谢。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挺幸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遇见了你。遇见我，你真觉得幸运吗？真的。要是有一天我离开你了呢？没有那一天，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。他们三人什么时候团结到一块儿去了？不知道啊。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已经是天衣无缝了，哪儿出错了这啊？知道这事儿的就咱几个，老陈也不在。哎，你这整天俩女的走马灯似的，你来我往，谁要真想跟护士医生打听点什么，那就不是难事儿。张扬，以后啊让九月别来了。你说我这猫在医院里待着，就是想见布鲁斯能够方便点啊，对付一个月也就过去了。没想到这事弄成这样。怎么样，高兴的热怎么两天了？累不成了吗？心里不平衡了？别嬉皮笑脸，你能不能不幸灾乐祸呀？我没幸灾乐祸，哎，我还羡慕你们俩呢。哎，你们俩可以了，各盯各的，俩女人惦记了。我啊，对吧？我这还不如一单身汉呢。我来吧，我在酒里啊。还行，在家忙着。啊，陈总今天不在，说有事儿，然后过两天才能回来。啊，他给我打过电话了。啊，今天呢，就是他让我来看看你们的。啊，我们挺好的，谢谢。啊，对了，你们陈总跟我说啊，他那张公司给他办的卡有点问题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有问题？对。不可能呀，他昨天还在这个郊区消费来着。哎，你看这个。这是他昨天在郊区消费的款单。啊，行，那我知道了啊，谢谢，没事。哎，你去忙吧，别管我了，我在这儿待会儿。那也行，那你先待着，我先去忙了。好，你先坐啊。
哥，我马上过来啊。朱姐，您看一下，他们说这个主题好像上上期用过，是吗？哦，还真是。我再回去找找。哎，不用了，我知道在哪儿，我去吧。你知道？我知道，你不要去医院吗？赶紧去吧。那行，对，谢谢啊，朱姐再见。路上小心啊。我想，我知道沈醉在哪儿。在哪儿啊？在他合作过的一个朋友别墅里边，不过不在市里边，开车过去的话大概要四五个小时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哎，那你知道具体的地址吗？我大概知道，他朋友有一次带我们去玩过。嘿嘿，看这对狗男女啊，这次往哪儿跑？不好意思啊，用词错误。哎，对了，云南的男朋友是不是上你家来找过他？对啊，什么男朋友啊？那个人说根本就是他的未婚夫。哎，你们说要不要通知他？当然通知他了，必须把他带上。人证物证都在，咱就当面对质清楚。一条路走得太久了，每一步都习惯了，渐渐开始不看路了，心飞到别处了。两双手牵得太紧了，紧到都想松开了，慢慢开始找借口了，心逃到别处了。不疼不痒，平淡像一堵高墙，像堵高墙，不短不长，时间像一片巨浪，荡在了感情中央，拍打在你我身上，让彼此变了模样，让大家猝不及防。我们都怎么了？都搞丢了，连心都不见了。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远了，搞不清自己是否还会爱呢。我们都怎么了？难道就流着泪接受了，和最初的自己越来越陌生了，或许我们输给时间了。